嗨，早上好，老赵。今日来讲科批的代志啊。第一呢，我先替这科批澄清啦。大家看我顶边第一集要讲的，其中一句可能恁是听唔到吼。我讲伊是台办比我较熟，我台办应该是我比较熟，忘掉哦，即我替他澄清。哦，台办指上海是台办啦、啊。哦，OK。其实，我今天才讲第二次呢，我是想看柯 P 跟那个陈馆长先生呢，一点内容就对了。我看一边要讲其实我觉得，嘛是真大的失望，对啊。真的跟我当初，我看你的都走样了，那来讲了其实跟柯比第二次见面呢，就是也是柯比跟我来找我但是呢，那是在他这个在第一次选市长。还没有选上，但是那个时候应该大势已定，就对了。就是讲，伊的民调呢，比连胜文先生较悬，就对了，加悬真济啊，就对了。还有伊讲要来找我，我要找来找啊，你反正就稳定啊。而且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讲，伊嘛讲，伊知影我是支持连胜文的，就对了。但是，因为我是媒体的大股东。他想跟我交流嘛，我说，所以那次也没有谈什么，那次都是攻来攻去，怕了阿良了，都是大家的这种内心的这种交流其实那一次的交流呢，他给我的印象，他也是真的，对两岸希望有一个未来，因为他跟我讲，他去过大陆，好像17、18次，也去过我们。旺旺医院，我问那长沙旺旺医院，就这样子，这是我第一摆对伊的印象。那第三次呢，其实他选上了，选上了，伊在讲的喝酒的时阵，拄着，咧一间饭店，咧台北市的，唔是阮的饭店啦，别人的饭店，啉酒食饭的时阵，伊礼拜拍招呼，当然，那摆是差不多拢是阮公司的。媒体主管然后他进来打个招呼，敬个酒，这个就是他所有的交流，这个也没有错OK，那现在讲到双城论坛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应该是我跟他见面几次以后，有一天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跟柯市长呢，有一些事情想要请教我，是不是我可以移驾一下？讲伊只歹囡仔，我就讲是不是来一个拜托安尼啦，我就过去啊去嘛去另外一间饭店。那个时候呢，就除了我柯P 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对啦，所以我咧讲的这些拢有证明的啦。但是咱无必要去牵别人来啦，这都敢若我甲柯 P，即马我咧讲我甲柯 P 的代志啊，对啦。其实那个时候柯 P 他跟我提的，就是讲。他想要，他一直一想咩哦，这个让这个双城论坛呢，继续办下去，就对了，看我哇，我下面喜欢，对了，我说，办下去很好啊，你们这种两岸交流，我当然希望两岸继续一直交流下去啊，就对了，卖讲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共产党的交流，恁这块的那不要的交流，伊讲但是我墨绿的，我你墨绿的，你也不是民进党啊，你也无台独党纲啊，是不是？看你安怎讲嘛，对毋？伊讲代表都不爱我去，我讲为什么不让你去？用怕我乱讲话，我怕你乱讲话。你乱讲话，你真的讲得太乱讲的话，大陆的新闻也不会出来啊，有什么好乱讲话呢？是在台湾的新闻会出来吧？但是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到台钓，你是
你若讲了对的话，你让人对你有一个信心、的信用，你在台陆你是会当做上上宾，还是下下宾啊？就对啦。而且，哦，你常讲以前豪市长是就上上宾嘛，是不是？人咧尊重你，会看重你，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无咧，人个看你袂起，阿摆就干咪要过来办，是不是？我来说，嗯，伊讲 I know， 哈、啊。哦，啊，当然呢，伊就开始讲阿杜变我来讲，吼、哦，我无你都，我就提议嘛，我无最近主席在讲这两岸一家亲，其实这句话、很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伊就讲，嗯，有理有理，这个应该要两岸一家亲，不要两岸一家仇，所以不要两岸一家仇，这句话是伊讲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其他的所都搁讲的。什么命运共同体来向该向家来讲的，这我都唔知啊。但是当初我只是提醒他这一句。然后除了这一句以外呢，我在想，因为你自己选举的时候，有时候话讲的太乱嘛。你讲你是茉莉，那、茉莉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有毒上加毒，对不对？啊，台独上吊都是反毒的啊，你就知影咧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你反你那咧独立的人，伊要搁甲你双城论坛咧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解决啊？丽萍姐台北市那个上海两个叫做双城论坛，台北市是免咯甲上海比啦，对不对 ？GDP 也好，人口数也好，是要比啥呀？对不对？当然是你要去让人家对你有信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是讲，我讲苏城这个哪里错？对啦，这嘛合理的啦，对啦，哈、啊，你较小的人较大，你当然你想要办的，你不敢免讲好听，让人对你有一个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迄当中呢，我也就想，我替他出个主意，我安尼，大陆吼、真侪驻台记者的，对啦，啊，你都上任了嘛，你都市长上任，啊，你先讲一下话，让人对你的。看法有另眼相待哦，啊，再来请这个记者哦，大家来因去恁市政府食饭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啊，你那伫中央咧讲的话，或者记者这些记者虽然没有办法起什么作用，但是有时候他们写的报道呢，啊，大陆都会拿来参考，然后对你的啊，未来还有你的人格，还有你的对你诶评判的，对啦。尤其你是那个时候，你台北市长选上的时候，你袂记，那个时候你是台湾重要的人士呢，重要有影响力的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迄当阵当然啊，你要走的时候，我上会记迄摆，咱见面了，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甲我讲一句，抓当的抓当的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不是 I know 哦，我是 I understand 的，啊，我哈。用啊，你唔知道，我咧讲哦 ，I know 甲 I understand 是无同的哦。好、哦，我呢哦，为了你甲我讲一句，我过去问几无句，因为我都袂晓英文啊，英文歌有时候稍微会唱，但是呢，你甲我讲就 I know 甲 I understand 是无同的哦。我想你会记得你甲我讲这话啦，好、哦。然后接着，当然他就释出这些好意啦。啊，好歹就尴尬啦。然后呢，大陆其实啊，对台湾也是用很多心的。他当然也是一直希望能继续交流嘛，所以他们就继续一直去跟大陆去搞去联系下面。所以呢，我说啊，柯P跟台办是比我更熟啊。我不是说国台办当年我在大陆嫁嘴你啊，就对了。虽然我很少跑北京。很少跟他们有什么机会啊，直接我咧甲因讲，但是呢，我当然是应该是比他写不对啊，恁大家应该误会，但是台办绝对是比我较写的，所以迄天我从台办伊比我较写啊，然后啊，可能恁无注意，吼、哦，我替他澄清这一点哦。OK， 但是我看伊呢，大家你也查这一次呢，也有人写啊，朋友啊下来有几落个啦。想说啊，拜托，我卖到科比打啊！
我不是跟他斗啊，拜托啊！你回想这次整个开始的经过，是不是？我嘛是啊，我就是讲，伊是我的朋友呢。一当阵，结果呢，一用接受人家访问的时候，忽然讲什么？